小唐一来，他就听话了。而且他最好弄好，就放平一点，到那边好生产一点。 又弯的话，到他那边贴板部位的话，他就那个胶，这应该太高了。不是，你贴到里面。 Thank you.
出来吧。你说你看。还要讲吗？还要讲。好的，那现在能吃了吗？这搞完了没有啊？来煮去了。